好，没问题，我这就过去。 这么快，见不上班啊？哦，我今天出外勤，离得近。啊，东西呢？喏，那个。还有这样子的，你看看喜欢吗？一个波浪纹。怎么样了呀？快好了。 啊，喝点水，辛苦啦。不用了。哎，小枣，今天状态怎么看上去有点不对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没有啊。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说。真没有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试试吧。 辛苦啦，喝个水。我看看稳不稳啊？嗯。哎，还行哎。那还可以吧。哎呦，我要没有你，我怎么办呀？哎，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啊？哎呦，我最近天天坐着画稿，也没时间去运动，再这样下去我要胖死，就完蛋了。但我看啊，以你这个速度也减不了什么。你给我找个动感一点的音乐，我跟着练个30分钟。 行不行？好，这个行吗？行。那这样，既然要减肥的话，我就想定个计划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每天30分钟，你监督我，好吧？没问题。说好了。加油吧。来吧。还没到1分钟。毛毛，我先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你慢点。哎呀，怎么一单？哎呦，兔耳朵都能弄上了，这月赚了多少啊？每天多抢几单就是万元户了，加油，兄弟！ 慢点啊，先走了啊！哎，10万搞定全屋装修，19万9也是10万啊，又是标题党。嗨，陈欢。 秦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调来这里，我都还没来看过你，怎么不欢迎啊？怎么可能？一会儿中午在我这儿吃吧，我请你。开玩笑的啦，我听说你家水管炸了。昨天我刚好跟工程部的张总有工作对接，帮你问了一下，那个外包的工程团队，他们正好有空档。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就把电话发你。我们酒店的要求高，工程靠谱的。预算的话，就按你的要求来呗。 我真的太需要了，Sherry，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，举手之劳嘛。我发给你是纯介绍，用不用的话你自己决定啊。当然，你介绍给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我回去算一下预算，然后打给他们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在我这吃午饭了？不啦，帅哥有约。拜拜。拜拜。
不用，姚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给你介绍客户。啊，我国外有几个朋友，需要定制私人线路，聊一聊。那真是太谢谢姚总了。你看我们这邻里关系太给力了。不过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。啊？咱们这一层的管家来了有段时间了，我觉得做得非常好，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？哦，你是说麦成欢啊？ 哎呦，这姑娘确实好，干实事，我们这些关系啊都可以她来活络。要不，我们给她报个红包？红包不合规矩，她也不会收，可以给荣誉，而且你送的最合适。哎呀，宝贝儿，我知道啊，我刚跟新总谈完啊，我马上就回去啊。好，盯这么紧呢？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这不刚怀孕吗？哟，整天盯着我，跟盯什么似的。 哦，那就是小嫂子有了。哎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咱们这个做生意啊，讲究就是人丁旺，财运才会旺。哎，等这个小子长大成人啊，我估计我早成一把灰了。哎，你说的，我真羡慕你啊！嗯，一儿一女长大成人，多好啊！得嘞，借您吉言，借您吉言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嗯。 谢谢。哎，老乔。哎哎哎哎，嗯，你看看你这是干嘛？嗯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 我连你人影都看不到，我怎么好好说啊？我对着空气说呀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不是来了吗？嗯，坐。怎么，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了呀？看你说的，怎么叫麻烦呢？嗯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这叫老年得子。什么意思啊？生啊！ 我呢，跟这个孩子有缘，那咱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，让他来看看嘛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我替宝宝谢谢你。这个宝宝，这段时间呢，公司的事情啊特别的忙，所以我也没有顾得上更多的账目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尽管提。我也没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只要你这个人。 什么时候给我和宝宝一个完整的家呀？嗯，宝娇这样，什么事情呢？我们都可以谈，但这个事儿不聊。那什么意思啊？那你不离婚，我和孩子怎么办呀？不喊，你还嫌咱们现在不麻烦呀？我不管啊，我们就在这把话说清楚，到底离不离婚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 我跟你说，宝强，我保证会对你和孩子负责任，但是你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否则的话，请你自便。
什么意思呀？我换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别在这装啊！你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医生，医生，快来人呐！医生，行行行，我知道啊，好的。 陈女士啊，你看，妙手智男提，勤力会租客。这话，这是我们五楼所有租户一起给你送的锦旗。谢谢你啊，入职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。来，再接再厉。哎呦，谢谢陈女士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哎，哦，还有张经理啊，如果你们要轮岗的话，可不许把我们陈欢换到别的楼层啊，我们可都被他换坏了。陈女士，这点你就放心吧，陈欢分管的楼层啊，现在是我们这儿续租率最高的。哇，我还指望着他给其他这几个人做做榜样呢。陈欢姐，你上来就双料拿奖，可卷死我们。 再绝对又是面前，我觉得特别。没有了，我能得到今天这份荣誉，多亏了大家平时的帮忙，谢谢你们。欢迎，姚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是来拿续约合同。哦，刚好啊，姚先生也是五楼的租客哈。陈女士啊，姚先生，要不然我们跟陈欢一起拍张照片啊，到时候我们挂墙上嘛，也好看。姚先生。 可以啊，来，姚总，来，陈欢站中间呗，来。来来来，三二一，茄子。姚总，谢谢你的续租合同，还有那面锦旗，也有你的一份吧。改天请你喝咖啡，谢了。突然这么大方啊？当然了。 集团对于客户荣耀还是很看重的，况且那一面锦旗有300块钱呢，你们是想我所想，帮了我实际的大忙。这么说，你不再生我气了？我要是再生气的话，我也太小心眼了吧。再说了，我自己生气不是内耗自己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种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就够了。我调你过来是按积累人脉。 将来转化成自己的资源，明白明白，姚总您说的我都明白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好，朱小姐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陈华，心总脑梗了。心总脑梗了，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？我跟心总说分手。 不肯放弃，他就来找我。反正我们俩吵了一架，他就倒了。现在正在抢救呢，手术费我也拿不起啊。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过来帮帮我？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就给新家打电话。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不是陈华，心总是因为我那现在，反正现在人命关天，我就你一个朋友了啊。 你就来帮帮我，求求你了，陈欢。对不起，朱小姐，我现在在上班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新家打电话，而不是打给我。魏守欢，我告诉你，这种破事千万别掺和进去。我明白的，姚总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
新家亮，你爸爸脑梗了，现在医院，这是地址，你赶紧去看一下吧。今天有点事儿，我能不能请个假？你去吧，谢谢。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去，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了是吧？我是要去。不过我去不是为了淌浑水，是为了去还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新世山养的金丝雀，怎么可能连几万块手术费都掏不出？我管他想干什么呢？反正我就是去还钱的，其他事情也跟我无关。你这心态倒是好，但我提醒你一点，以后凡事保持一颗警惕心。知道了，谢谢姚总。一会儿到了医院，你先把我放到门口，再去停车吧。好。楚欢，你来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还在抢救呢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晕过去了。辛志山家属在吗？辛志山家属在。哦，病人是急性脑梗，需要马上做机械取穿术。你们谁是家属？签一下手术同意书。谁签？医生，这手术风险大吗？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，况且病人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在麻醉和术中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所以你们要有思想准备。我不太舒服。我去上个厕所，干嘛去啊？珠宝叫。那你来签。医生，我打电话问一下他们几个什么时候能到。好。喂，新家亮，你还有多久到啊？医生说让你们过来签一个手术同意书。情况紧急，你先帮我签一下，我们一切都配合医生。那快点吧。医生，他们还有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等不了啊。那能不能先抢救，等他们来了以后再签字？不行，病人的情况非常紧急，你最好马上决定啊。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，这个人会有生命危险。快点决定。那您给我吧。第二页。你快点啊。哦。哎。医生，拜托你了。好。为什么你疯了？你做什么老好人呢？是不是你朋友任何问题扯你头上，你都会帮忙？如果等新家来了以后，那什么都晚了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人命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那要救不回来呢？我问你，那要是他救不回来，你是不是意味着什么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，任何人发生这种事情，我都没有办法袖手旁观。走吧，交钱，走人。楚欢，辛总怎么样了？手术了吗？你现在担心了？刚才干嘛去了？我就是被吓到了，我出来冷静一下。
辛苦你们了啊。让你签字你就躲起来，签好了你又冒头。辛总眼光真好，找了一个这么进退有度的人。陈欢，刚刚医生都说了，手术风险很大的。辛总是来找我的时候出的事儿，那万一我签了字，辛家人找我怎么办呀？我告诉你，辛家早晚都会找你的。陈欢，我爸怎么样？麦晨欢刚帮您签了手术同意书，辛总还在抢救。谢谢。谢谢啊，快去看看吧。医生您好。陈欢，我跟辛总一定会记住你今天的恩情，啊，记得帮我们保密。就知道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勾引的我爸。佳丽，朱宝俏，我告诉你，你少做春秋大梦。等我回去查清这些年你跟我爸的经济往来，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，你就等着吃官司吧。你满脑子钱钱钱，你爸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呢，看看你这副嘴脸，亲生的也不过如此，你还在这演上呢。哎，我回来了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怀了你爸的孩子。妈，我打你了。陈欢，麦晨欢，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？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，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？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？我血口喷人？你勾搭我弟弟不成就报复我们全家？行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麦晨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他妈老跟我们家过不去，我侄儿一直跟我们家过不去，你跟你没完。辛佳丽，你搞搞清楚，是麦晨欢赶来医院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，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？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麦晨欢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辛佳丽，你爸现在在里面抢救呢，你别在这乱咬人行不行？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儿，是因为之前我看到你爸跟朱宝俏在一起，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。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，不是让你来羞辱的。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。还有，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看来小白兔急了，真的会咬人。以前我一忍再忍是因为我爱辛家良，现在不想再忍是因为彻底翻篇了，不想跟他们辛家有任何关系了。还笑了出来？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，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如同雾里看花，本来以为分手那天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了，没想到还有余震。看清了挺好的，就当交了学费上一课呗。嗯，那这学费还挺贵的。不过我仔细一想，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大抵是开心多于难过的，那这么一算我也不吃亏。嗯，吵个架也吵出心得了啊。对了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的脸估计就被打花了。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需要的地方随时跟我说。我现在就需要你还。你的三下面。谢谢。尝尝。嗯，我来上海这么久还没吃过一顿正宗的三下面，谢谢。那你算是找对人了，这家面我经常来吃，虽然店比较小，但可是上海为数不多含有真材实料的。开了这么久的车，排了这么久的队，要是不好吃，唯你是问。那你就放心吧。哎，不是这样吃的，给我，要给它拌开，这样才能入味。来尝尝。怎么样？嗯，
还不错。这可是道功夫面，每年只有一个月能够吃到，而且要用太湖的河虾，做法十分讲究的。现在租金这么高，物价又这么贵，很多店铺都用冷鲜的半成品对付，也只有这家店还在坚持手工。慢工出精品啊，又是限定菜，这份用心我尝到了。我可是花了128块钱呢，大出血，你得把我的心意全都吃掉。你不是刚拿绩效吗？那也没多少的呀，我现在降薪降职，爱情不能当饭吃，但工资可以，对于我来说赚钱第一。开窍了，麦成欢。36号糖醋小排，谁问？我们的。谢谢啊。今天忙活到这么晚，要不明天请个假休息一天。每个月全勤奖1500呢。走了，今天谢谢。志明，心安里的进展怎么样啊？心安里的事我正在推进。志明，现在总部呢？仍然只肯让我做代理总裁。咱们要不乘胜追击，做出点业绩来的话，有可能会空降新的总裁来。到时候我的地位不保，你的晋升机会也有可能会错过。你要清楚这一点。我有分寸。怎么样？还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，比如头晕啊、恶心之类的。恢复的不错，好好休息。徐江，我爸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但是你要注意病人的情绪，千万别让他再受刺激了。啊，谢谢。妈。我们进去看看爸爸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跟姐姐留下来陪他。爸现在病了，他的事能不能出院再说？慌什么？该来的，躲不掉。走，看看爸爸去。怎么样，爸？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？手机。白，正欢，叔叔好多了。医生说，如果再晚半个小时，就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
谢谢你替我签字，谢谢你陈欢。不客气，叔叔，您恢复了就好。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们眼拙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。叔叔，我在这儿真心实意的对你道个歉。对不起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您不用说对不起。我呀，是真心实意的想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，但是我了解你的性格，你肯定不收，所以我才舔着这张老脸给你打电话，希望你能够接受叔叔的这一份心意。叔叔，我跟嘉亮已经分手了，您这个红包我是肯定不会收的。再说了，换做任何人当时都会像我一样那样做的。既然您身体已经没什么事情了，那我就先去工作了，您多保重。爸，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。你还惦记着我玩游戏的时候心里有我吗？爸，你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你这出了事情，你外面那个女人不也跑了吗？你们连偿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，滚，滚！爸，你别生气，我们出去，我就在外面了，有事你叫我。走走走走走。爸，你好好休息啊。我说毛姐，你可真行啊，几千块钱一颗的奥巴就放在门口，不怕别人偷啊？我怕被谁偷啊，有你这个女侠在。头上怎么了？头就磕了一下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给新家擦屁股去了吧？啊，费时费力的还救回了一条命，我叫你侠女都轻了，得叫你一声菩萨。行了，你别嘲讽我了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也会去的。我们都不是铁石心肠的人。那可不一定，我得看对象是谁。你这个珠子要穿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？哎呀，最近婚礼季呀，订单太多了，我都忙死了。萌萌，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，真的为你感到开心。我得赶紧赶上你的步伐了。你看，哟，还有脸皮打电话来啊？哎，你说你这个前公公出轨了你的大学室友，前男友呢又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撕也撕不掉，这剧情太狗血，太夸张了。我也觉得太夸张了。不过你往好的地方想，最起码这个雷在婚前爆掉了，及时止损，华丽转身，这才是成年师姐。你说这以前啊，如果出身欠佳又嫁得不好，那就是死路一条的，被亲友要看扁的。现在呢，时代不同了，最起码我们还有双手双脚。哟，长大了。哎，正好你今天来，有个东西给你。什么呀？当当当当，漂亮吗？送给我的。最近不是流行财宝吗？就给你镶了一颗橘色的宝石，漂亮吗？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，毛毛！本来想找一个特殊的日子再给你的，专门为你定做的。
你打开看看。哦，这里面还可以放照片的。对呀、啊。怎么样？我实在是太喜欢了，毛毛，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的。那个，你一会儿没什么事儿吧？嗯，帮我穿个珠呗。当然了，毛老板，项链我都收了，当然可以帮你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你拿一个这个工具啊，你可以把那个线套上去。哎呀哎呀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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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嘉亮，喝点水吧。爸妈真的会离婚吗？不好说。我刚刚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现在才发现爸爸是真厉害呀，早早的就把妈妈请出了公司，现在公司什么状况，有多少钱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只要他们真离了婚，我们家的财产就不好说了。我不想让这个家散掉。嘉亮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真的太不争气了。我已经嫁出去了，不清楚公司的状况也就算了，爸爸已经把你放进公司了，你也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但凡长点心，至少能知道爸爸外面有人了呀。要不你再找找麦晨欢。找欢欢干什么？结婚啊。我倒是想，但是不可能了。怎么不可能呢？只要你还爱他，就有可能啊。而且我们今天都听到爸爸给麦晨欢打电话道谢，麦晨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，爸爸承他的情。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复合，那爸爸就不会不管我们这个家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也对麦晨欢还没死心吗？爸爸最看重家业继承，只要你努力上进，只要你成家立业，那我们这个家就一定还有希望。菜是不是买少了？晚上两个人都回家吃饭的话，不够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肉都没买。肉肉肉，我有钱也知道买的满满当当的。现在家里要用钱地方那么多，当然在这儿省那儿抠，才能过到这日子。懂不懂？你那就不适应了，运动好，没事呀。哎呦，欢欢嘛，老妹，我跟他讲呀，隔壁头一百十一弄要拆起来，那晓得吧？干嘛了？一百十三弄呢？阿拉一百十三弄没加进去呀、啊。哪能可能呢？要弄要三弄嘛，几步路的距离呀、啊，怎么没加进去呢？是呀，阿拉运道不好。哎，一百十一弄拆了呢，阿拉十三弄也垮了，几个号头。做你春秋百日大头梦吧，几个月不拆嘛，我们家早就坍塌了。哎呦，欢欢嘛，你也不要生气啊，不拆也蛮好的，至少我们继续可以做邻居，对吧？哟、哦，侬开心嘞。嗯。哎。啊，失落了，失落了。来，进来。这个，这个啊。对对对对。
贾早，你怎么从那边回来啊？地铁站不是在这边吗？姐，我这不跟你一样担心爸爸妈妈，所以提早回来了。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双份家产，有备无患。小枣，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，姐姐没顾得上关心你。工作还好吧？你总是这么提前下班，领导有没有说你啊？现在家里不太平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管吧？反正我工作在家做也可以的。姐，你就够了。为什么？结果我自己就好了。天宇吧，红秋雨吧，弄么姑啊？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我看我生老病死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完成的，这就是我的命。爸爸，妈妈怎么了？隔壁111弄拆迁了，我们这儿113没有，失落了。请相信自己。